咱们有了钱啊，我就要买大房子住。等咱们有了钱啊，我们就盖大房子。等咱们有了钱，我就要买德国厨具。等咱们有了钱，就买进口卫浴。那等咱们有了钱。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？这一切都是按照当年你希望的样子来设计的。不是，是你终于实现了你的理想，盖个房子，这就是你梦想中的新家。恭喜你，你真的做到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五年过去了。是啊，五年了，我们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了。看到你现在的成就，我就有点惭愧。你看看我，到现在还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广告业务经理。我不管现在我们的工作关系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五年前我们彼此相爱过，而五年后我们并没有忘记对方。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我已经要保研了，你明不明白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耽误我的前途？我不信，我不信你的话，你为了什么狗屁保研就要放弃我？我不信。保研对你来说也许不是很重要，可是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不是为了前途才跟徐世峰在一起，我是真的很爱他，你明不明白？佳琪，我不明白，我只知道这个世界上你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，你明不明白？我明白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更多东西比这个还重要。孟总，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谈广告的事情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先走。下雨是打不到车的，我送你吧。我的心究竟是冬子疼，不适合你。他一辈子都游戏人间，你是抓不住他的心的。佳琪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过去呢？不管五年前我们怎么样，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人生本来就有很多过去式，不管是以前、现在还是未来，有时候你只能接受它。可人生还有更多的未来事，我的人生未来事就只有你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的未来事
就是从现在开始。对不起，孟先生，那是你期待的未来时，不是我。佳琪，我的心痛尽是佳琪，我爱你，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。如果你走了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再把你找回来了。佳琪，放手。不，放手。我不，我爱你，我不放手。佳琪，孟和平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呢？都已经说了我不爱你，你要纠缠我纠缠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。你放手，我永远都不想再看到你。放手，放手。你是真的随他走了。和平，我爱你，所以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愿意离开你。我明明知道这辈子再也找不回你，可是我心甘情愿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幸福，什么我都愿意，只要是为了你。哪怕会失去你，哪怕这一生我永远不能拥有你，只要是为了你，我都愿意。